妈妈都可以。何伟还没啊？何伟还没，我没跟你讲。哎，突然忘记了。38.5。好。啊，何伟有了，那个体重。5公斤。哦，何伟了。抱起来了。你在唱英文啊。这个金伯承在看什么？怎么一直在看你啊？他深情的在看你。还好，没问题。然后它是还有一点黄疸。待会再画。妈妈再帮你拍照了耶，宝贝。妈妈再画。啊，可以了哈，不用揉哦，来，我们贴住就好了。哇哇，你哭哭哎。站在外面哈，休息一下，大概3分钟以后，你可以自己看一下，没有出血就可以了哈。你有没有溜滑梯啊？太急了，过不去。好，我们再溜一次就好了。一次踩一格啦，也有那个歪歪的快要掉。这边滑梯很恐怖。咻，好。哦，好高哦！好，再溜一次就好了。